色觉醒超越蓝绿白，人民要过好日子。继续来关心到劳动部现在有一个小金库掩盖丑闻，许明春的重箭落马，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2026的选战布局呢？好，首先许明春丑闻连环爆，再被爆出在2022年的时候挪用了356万元的就业安定基金来举办演唱会。好，美其名是一场唱给大家听的演唱会，但是舞台主角居然是部长自己许明春。虽然澄清并非外传的两个半小时音乐会唱了30分钟，许明春的澄清是没有唱满30分啊，我只唱10分钟啊，所以呢就被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陈冠安很酸啊，不愧是陈局的亲传弟子，连说谎都要半真半假。许明春他确实只唱了3首歌，3首歌加起来大概10分钟，但是当时你撇开唱歌的时间，你站在舞台上，站在舞台的这个中央位置哦，就是整整超过了30分钟，要求镁光灯聚焦在你身上。另外现在还传出哦，不止许明春把这个演唱会变成是个人开唱，甚至哦，关于这场演唱会事后劳动部居然砸下了203万来制作7支花絮影片。好，结果上传 YT 2年下来也只赚到了5600次的点阅率。媒体人吴子嘉就说了，许明春演唱会陶醉成那个样子，相信身上这身被说很像是冰雪奇缘 Elsa 的礼服，应该也是砸下了不少钱来制装吧。好，356万明明是就业安定基金，员工申请每月只能领到2万到3万，而且呢关于这个就业基金官方的审查还很计较，结果被你许明春拿来用，随便一场演唱会就砸了300多万。媒体人唐湘龙则表示，小金库就安基金不经过立法院入账，那如果没有一条人命去引出这件事情，曝光这件事情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中间的管理层到底做了哪些事。太快的道歉有时候是为了要掩盖更大的丑闻。